那大家还是可以听到一些颜色。本来是说2月20号就是做那个做那个永俊的那个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皮还是什么，人家哪里知道？我那一天考试的时候没有做到，然后就拖到今天才敢去做，所以我就现在赶快来做这个 MV reaction 吧。Luna， 哦，欢迎。Pretty much 我可以来说就是 Marvel， 因为上一次 Heejin Vivid 的 MV 它有那个兔子 ，so 就有猜到了，就是 Hyunjin 的 MV 就是应该会有猫咯。So next 我现在猜一下 Hasil 的 MV 哦 ，Hasil 可能它 representative animal 是一个白色的鸟 ，so 白色的鸟应该会有在哦。Yeah, and then 我闹起啊，他不是在那个 dance line 那种，我没有看到一些跳舞的部分呢。Hello. Anyway, 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记得 like, subscribe, share, 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There is soprano. There is alto. There is tenor. There's also a bass.